能飞得上去吗？行啊，我能飞得上去啊。没有呢，没有，来，等一下，准备了。没有玩过。要说话不？呼，这样知道吗？是吗？哦，呼，它飞不上去。呼，就放就飞了。呼，对，来，然后，看到没有？就这样啊。来，给它放啊，你明白了，放了才会飞啊。放松，给它飞上去。就这样飞吗？摇了，都不是我自己摇了。哇，你看我的最高，吓得自己去了，你看。收啊！哦，要收好久啊！我放完了，那没有放过，那不放一下？第一次放风筝好玩吗？好玩。哈哈。那么多，你看那么多。给他清了，我去炒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们现在自己想那边，泉州来。哎呀，兄弟，兄弟在那边去。那边放这里放那么多东西，给他拿出去吧。我们先去这个。好大哦！看一下灯，太黑了。有智能的吗？忘记了，上次我们也是住这里。啊，看阿婶他们住的怎么样？哦，在这里啊，你看阿婶在这里是不是？啊，你都没擦干，怎么开？哦，哟，颠了。是第一次住酒店哦。搞气球那么能蹦。搞那么浓呢？哇，好大哦！哦呦，还有一个浴缸哦。你看，哦哟，大桶水都有了。你看你这边这样子有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像是，嗯，要不要那个啥？好像不用哈。不用啊，喝泡茶了。嗯，对，都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嗯。诶，不是有一间韩寒行的更豪华吗？啊，有的吧。我去参观参观。等一下去，等一下去啊。爸爸给你开了一间不一样的，这个房间是真的好大呀，一张很大很大的双人床，有沙发，还有地毯。小黑他跟村长他们去吃饭了，然后刚才他们去直播基地的时候看选品嘛，我就跟阿青带着小航航去那个商场里面逛了一下。然后回来他们去了，我吃饱了我就没跟着去。小黑说让我给他放水，然后
放完这个浴缸的水，他要在里面泡澡，感受一下那种用浴缸洗澡是什么感觉。怎么开？哦，这样。哎，我都放了半个小时了，这浴缸的水，你看，才四分之一，要等到啥时候？吃什么菜？有点快餐了。快餐了，好吃吗？猪脚，还有黑白的汤，就帮我放了水了。就从你发信息给我放到现在都没满。我说这个慢哦。水不是很烫，是真的。体验一下，要这个洗澡是什么感觉？还没洗过，真的。上次你不是去了吗？那个不一样，那个是石砖梯来的，这是真的浴缸。哟，还有水果送的哦。刚才敲门，我以为是谁嘞？两点多了，嗯，刚吃东西回来。你干嘛？吃播。还不睡啊？我怕明天没有时间洗。等一下又放在那里就臭咯。怎么可能会臭的，不是有洗衣机吗？不是我明天早上八点钟，我怕等一下出去了回来又晚，十点钟他又关门了，我洗在这里晾到明天他也差不多是甩干的那种状态了。那会臭吗？不会的，哦，我放多点香皂就不臭了。然后今天用这个浴缸那么大洗澡，怎么感觉？浴缸这么大个。反正我是没用的。体验一下而已啊，那不舒服吗？可以游泳吗？可以个屁哦。可以溺水吗？可以。我说干嘛？我在那里躺着，里面传来一股拱拱拱拱的声音。那我洗头发了。我直接眯下去，我能眯一分多钟了，还行，现在肺活量还行，很忍的吧？我试了一下，我说我看就是实在逼不住的那种，我看玩多久，我自己数，可能数一分多钟。好玩吗？明天你试一下。那明天还洗吗？洗。放水都要一个小时哦。明天再洗是啊，那不洗来注重，那不浪费了吗？对不对？也是哦。嗯。那明天我体验一下什么感觉？哎呦，还不睡吗？做完了，在这里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黑。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砂锅鸡砂锅盖。给它搅拌均匀。Later。
先把这个生姜跟蒜米给它炒香，然后呢再把皮放进去，如果家里面有干葱头的话可以放点干葱头，那样的话它会有那些葱香味，吃起来的话比较香。香味，因为这个酒刚刚撒下去，还没有上桌的时候，它还是有一点那个酒的那个香味。等你把它盖起来，上到桌子上，把它开起来，那股香味一下子扑面而来，很香了，然后就开始吃了，就没有那个酒的味道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拜拜。